男嘉宾应对女嘉宾的各种方法。来，二号惠子，为啥要灭我呀？关键你是找那个27以下的，我关键我这35啊，岁数比你大呀。不好意思啊，是，前期是做了充分的功课来的，对不对？关键昨天晚上我看一宿啊，你把我灯都灭了，我还能想认识你了吗？因为那个，我感觉你的年纪比较小，就性格不是那么太稳重哦，想找一个成熟一点。你别以为你穿个马甲，我就不认识你了。不穿马甲你也不认识，坑哥，你挺坑啊！你到我这咔一下给我坑一下子，灭我干啥呀？啥原因呢？太呢了，整不了你。我呢吗？我挺温柔的呀，我这那你呢不呢？哥人不知道吗？行，再见吧，坑哥呀。我这嘴笨。幸好被灭灯了是吧？哈。我年纪已经够大了，不想找太大的。那我旁边都34了，那缘分天使都给他了。34了。啊。没看年龄。你上来之前都没有对我们在场的姑娘们进行一个了解、啊、对你有了解了，像小葫芦娃似的。哎呦，从我长这么大至少得有10个人说我像葫芦娃了。我也不知道为啥。因为那个9个人是我朋友。